国的东南部有个很棒的地方，那有漂亮的风景，完美的建筑，热闹的市场，它是西方的一块明珠。白苹果广场自由之城，在老城市找回自己，哦，巨人大厦超越一切，高卢的金蝉活跃不息。里昂是你想象的浪漫法国，北流欢迎你来到美丽里昂，一起分享法国的真正美梦，一起分享法国的真正美梦。在里